来有没有帮我给你啊？哦，我看到了，我已经拿走了。啊，是这个，是这个，对对对对，谢谢谢谢，送给你的，谢谢。本来我想买一个大的，但是剩下两个了，然后我就买一个。谢谢，没事，谢谢。不客气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谢谢谢谢，不客气，太有心了，女孩。那好，我们走吧，走啊走啊，我把东西放好，谢谢你的。 代言的东西，给西茹姐拿去。哎，我们有没有带些东西给老爷爷啊？我已经带过了。带了什么？我带了一些衣服啊，帽子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上次已经跟自己说我想买一点东西给他。啊。然后，有点小心了。哇，你也带他好多衣服来。 我们就这样做结束了。唉，我发现做这一行最重要就是立马做这些事情，要不是过去了，你没时间再做了。你有时间就做你想做的。你想跟家人去旅行，你找到一个时间，立马做。是。 我看看，我过年如果有时间，我就带我妈他们出去。不管是，你是说我妈把我爸都丢下，那也没办法，分开了。我没办法带过来，要踩哦。其实我们应该骑车过。本来我是想的，但是我怕风大，看见你穿成这样。 我的老爷爷肯定会说：“又来啦！”最后一次看看他了，我们今天就结束，必须要见一下老人家。我上次见他的时候，我以为也是没办法可以再过来了，很挺不舍的。然后他送我是站在那个门口，一直站在那边看着我。对，上次也是一直站着看着我们走。哇，他特可爱。 他看见镜头在他面前，他就把那个凳子放在镜头前面，坐在那边。我不管我跟他说什么，他就是看着镜头来对我说话，<笑>好可爱，很有镜头感哎。对啊，我说老爷爷你太可爱了吧。<笑>最后就圆满了，看完老爷爷，连去找老爷爷的路都很可爱，路边都是这种紫色的小野花。对呀，不知道他在不在，可能他上山了。对。 93岁，很恐怖。一个世纪，差七年啦，差七年，老爷爷，爷爷会不会在？爷爷在吗？吃饭了吗？爷爷有可能上山了。爷爷，爷爷在的话，应该会出来迎我们吧。 可能睡觉了，啊，现在睡觉吗？爷爷，爷爷，哦，出去了吗？不在，我去那边看一下。啊，不在家，他去哪了？上面人家请他吃饭。哦，有人请他吃饭，那么开心啊？没有跟他联系喽，你们喽？对，没有啊，没联系。吃完中午饭就拜拜的。 哦，要不要现在打电话？没有不用不用不用，给他开开心心去吃饭。对对对，不是他真的不错，身体好。对呀，很厉害。他现在你看，天天在山上砍竹，一下子竹子都可以。对呀，他很厉害。一下子可以搞一两百斤回来。哦，是的。他一说家里人，儿子也好，儿媳妇好，女儿都不要了，干活他要干。 因为他告诉我，他一停下来了，手脚就不好，不灵光了，所以他必须要自己干活。对，嗯，对啊，实在是太勇为了，他很厉害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就写一下东西给他，看看我们中午吃完那个吃完饭的时候，看几点了，他然后看要不要再过来拐一下，拐一下。那我们把东西各给他哈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 你帮我们转交一声吧。好的。对，帮我们那个转告一声。四个美女最美的两个站着你。<笑>
美好生活是不是、啊、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在录制那个啊，对，因为我们误打误撞来到爷爷的家，然后跟他也熟悉了、嗯、所以就很有感情，每次过来录影的时候就想过来见见他。哎呀，很和气。嗯，对，很和气，在邻居啊，在都融洽的很好。我一来了，他就给我看黄蜂啊，对，还有就是给我们看他以前的那些，而且他很有正能量，对，真的很有正能量。他是他的爸爸是被撞上牺牲的。哦，他太太，这是靠妈妈把他养大的。哦，我看见他太太也不在这里，他太太出去旅游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他老婆啊、哦，老婆走了，走了十几年了。那他们的孩子什么的会过来陪他啊？还是等两天就回来？哦，两天就回来看一次。即使儿媳妇家里都对他很好，对他很好的，他要钱用的给他，要什么都给他，很安心。但是他不愿意给儿子这一到广东那边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跟他说、嗯，他说儿子他们都在广东，然后想他过去。我说你就去啊，他说他不想离开这里。而且他这个家里住的这么好的房子，他不住，他要住个土砖房。对呀、啊，他说这个房子是他的，是他的房子、这个，这么大的、这么好的房子，他住是他的，他不住，他要住在这里。对呀、啊，他习惯了，是吧？他说他在这里呢，也是生活习惯了，这个门啊，上次这个门框都坏掉了，全部放掉了。哦，这个门框看出来是翻新的。土砖房，我真的觉得爷爷是我的榜样，真的，因为。这个年纪了，肯定很多老人家有孩子养，有孙子养，但是他还是会继续的自己去做。然后我还记得他自己跟我说，是因为他的手脚如果一停下来就不好用了，所以他想继续用它，不要懒惰，一懒惰了，其实这个整个人就已经放空了，就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。我觉得真的就是流淌在血液里的那种风骨。很敬佩，我觉得很伟大，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。好棒哦，93岁了，好棒啊！很有那种正能量的那种。我们是很开心、很光荣的，可以跟你们一起分享你们这里面美好。多来走走啊！肯定。我希望可以有时间带孩子过来玩。你们都回来，我们白素贞多走一走啊！好，会回来的。谢谢你们，嗯，不要放心。那这个，然后我们写给公公，然后就放在他门口这里，我塞在这里。好的。你说有没有惊喜？谢谢。写大一点。他，我告诉你，他眼睛可能比你好。来，见。哎，应该你写，因为我简体字，我怕他看不清楚。好，我们来见您。见你，见不到你。嗯，我们来见。我们门来见不到你，不是吗？我们来见不到你啊。普通话应该是。哦，我们来见你，可是见不到。祝你寿比南山，健康美好。有缘再见，我们爱你哦。好，Yeah. 给爷爷，就放在这里。好 ，Yes， Good job， 好耶！哇，今天来到这里，有读到他的信息多了很多，有收获，虽然没有见到爷爷，对啊。